当地的有什么安排变化，做出咱们相应的安排就可以了，行吧？大哥，胡子白，胡子白。太极拳协会、钦州市体育局共同举办的两地武术太极拳文化交流表演活动，向钦州市武术协会赠送锦旗。尊敬的，做了热情的讲话，让我们很感动。我们这次交流团一共来了80多位同志，最大的已经75岁了，他们分别来自北京的东城、西城、朝阳和海淀等区，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对他们表示感谢，让他成为我们两市友好交流的记录。卡洛斯先生，我们掌声欢迎他。
的。走一个，走一条，对。那不行，上来走。没想成了就不想成了、啊、再见家里不错祝你成功一路顺风谢谢一路飞了谢我也进门了好好的我到回试山了不是你费电不说吧回去还得试山日照是个美丽的城市我们很多人都希望有机会能够来到日照看看这个南方的北方北方的南方的这个城市来感受日照的人土风情我们这次来日照交流学习来了将近80个人我们就要通过锻炼太极拳推广太极拳做好全民健身活动练习太极拳的过程当中增强体质提高生活质量以拳会友，听声音四海。好。参加班啊！抓紧！
三，行的。第二张我喊一二三板，左手全部挥动一下啊，一二三，二。